蜈蚣俗称白蚁，属节足动物，多足类，体长略扁，躯干由夜耳环节组成，每节有部脚一对，头部有单眼数个，足角一对，头部顶对部脚变为腮脚，状如钩，钩端有小孔，内通毒腺，傲人士立柱毒液于人体，不及时医治，迅速死亡。 常栖于阴湿之地，扭木石蕨之间，捕食虫类。<笑>哥啊，咁夜仲做嘢啊？嗯。饮杯咖啡先啦。摆低啊。哥啊。咩啊？我有啲嘢同你讲啊。 有咩咯？咁多噶啦！喂，欣姐，快啲啦！同佢去啦！我怕咗你啦，真系啊！快啲啦，好急啊！得啦！喂，咩事啊？我陪你去啦，你只搞掂啊？得啦！啊！ 白生啊，记得嗰天拨开会啊。嗯。至于扩大生产啊，应该冇问题嘅。好啊，咁我哋着手去搞啦。陈经理，宣传方面你估需要几多咧？我睇起码要200万啦。咁我哋要着手去搞噶啦噃。系啊，如果唔系就会迟噶啦。好，你听日俾份详细计划我。好啊。入嚟。对唔住啊，各位。白生啊，董事长嘅电话嚟，叫你即刻翻去啊。妈咪揾我有咩事啊？佢话有紧要事喎。唔该。唔使。 大嫂呢个时候揾你翻去，梗系有事嘅。你走先啦。咁我走先啦，二叔。好啊。你继续开会。少爷。嗯。哎呀，你而家先翻嚟噶，等等等等都好辛苦啊。妈咪咧？喺嗰边咯。你讲说话要小心啲啊。嗯。 妈咪，咩事啊？阿琪到底去咗边啊？我咪同你讲过咯，佢去咗 Amy 爹哋间别墅度玩几日啊嘛。